法国队主教练彻底的生气了，也着急了。这场比赛是中国女篮和法国队的第四节的现场，很多人说中国女篮的第四节是万万得罪不起的，看看这一战竟然轰动了国际篮联。这场比赛是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欧洲冠军法国队的精彩对决。咱们看到现场，黄思静、李源再加上韩旭、李梦、七号杨利维，这是咱们第四节的阵容啊。对方一个抢断啊，66-58，对方打进那个球之后呢是60了，咱们这边仅仅领先6分啊，这个情况啊还是不容乐观。好，李梦一控球，对，好的，韩旭的强掩护，韩旭接球中投，漂亮，现场的球迷也是开心高兴。好，继续跟防，李源这个防守被对方给化解了，看杨利维的跟防，对，这边是个漏人啊，没办法，对方一个三分球打进，不能漏人啊，看杨利维。好，假动作打进去，漂亮，这个球看看应该是进球无效啊，先犯规，对方的就三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是杨利维来罚球了。好的，看一下杨利维的罚球，两个，看这情况怎么样，看能不能都打进啊。啊，第一个就打飞了，再来一个。好球，漂亮，打进了。好，对，前场的防守，看杨利维，防过来，对，好球，李默跟防，好，卡位置，漂亮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传球失误了。好，抢掩护，对方投一个三分球，杨利维抢下篮板球，快速推进。对，等一手，看上球传给谁？好，高举高打给到韩旭，漂亮，71。高举高打，对方防不住。这个韩旭的身高上啊，就是占优势的。好，又把法国队给打暂停了。好的，暂停回来了，看法国队发球。杨利维在跟防，对，继续防守。好，对方的抢掩护，这球他进不去，只能投或者是传球。空位三分球，怎么这空位要不得？好，跟防突破到篮下，韩旭，强防守没防住。看李源这个球怎么打？哦，自己打了，哎呦，还是给到韩旭，漂亮。韩旭这个定点投射，你不服不行，现在领先到10分了，第四节。啊，过来跟防，对方的强掩护没有起作用，防对方中锋啊。好球，黄思静，这球出界了，把这球破坏出界。黄思静的小眼神不知道看哪儿了，应该是看一看那个主教练啊，看对他这个表现满意不满意啊。小心思是有的，都是老队员。镜头给到张茹还有吴彤彤。对方到篮下，李梦给他防了一下，又是个定点三分，这不行，你这样打就不行了，你这个定点三分你得防啊。李源进不去，对，传球，李梦打一个三分还击，没有，篮板没抢上。节奏双方都放缓了，因为这个体能靠不住啊，打得太快了，体能跟不上就不行了。到篮下继续传球，又来一个三分球，哎呀，失误了，这个失误了，失误了。我的天哪，韩旭不在篮下就没有球，
看的球给谁啊？73-66，我篮板球，黄子俊直接掏过来了，哎，好球！哈哈哈，镜头给的非常的清楚，但是还是给到对方的球权。好球，还是给他拍出界了啊！这个球就出现了一个状况，为什么状况呢？因为对方在咱们这边的攻篮时间太长了。哦，主教练很着急，篮板抢不上，又是三分。嗯，连卡下篮板。哎，这球怎么不给犯规呢？好，黄子健，对角球了，再给李源三分球，这是李源的操作。传不进去，打不进去，他就直接扔三分。来了啊，突破到篮下，还是传球。这十五号他几乎不打篮，这是跑一圈兜出来，想要抢掩护，好打四号。韩旭抢到篮板。球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，被对方破坏出界。主教练怎么还不换人呢？感觉黄三镇这边都累了，你看人家都换人了。还是给到李源，韩旭抢掩护走。哎呦，这个动作打慢了，韩旭直接不往里走了。现在还是十分的状态，李梦自己打了19分。这个球没有了，对方的时间到了，24秒。76-66，对方又是换人。好，看一下李梦，8投4中3分。我这边还是不换人。张茹上来了，让李梦下来修。哎，李梦没下去，杨立威换下去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，哎呦，都落在了李源的身上，这控球不是好现象。对，李梦跟上去。好，李源跟防。哦，到篮下啊。又是空给三分球，韩旭这下篮板给到李源，节奏控一下，不用太快。李梦到中路要求韩旭的抢掩护挡拆，好球，李梦直接投了，有了，这球得有啊。罚球线上，李梦扔一下还是可以的，这个球。好，李源跟防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，不能让对方抢掩护。好，黄思静卡住这个八块的位置，对，很好，然后接不去，漂亮。这波防守防得好，对方动作0.7秒偷了一个三步摘。还是给到对方的球权，给了李梦的一个犯规。超远三分打紧了。还是李源。张茹上来解围没有机会。好，张茹漂亮走了一个空位。张茹这个空位找的还是可以的。李源那边摔倒了，赶紧起来。这个球漏了。好，给黄思静。
这球这球不能动了。对，吕梦没机会打，这球没机会打，对方防得太紧了。哇，这球不给犯规啊！我的天哪，裁判吹的也太狠了。防了15号，哎，好球！对，李梦，你看这球抢的不错。哎，华特进传球，哦，韩旭，呼，我的天哪，韩旭太牛了，这是把他给打出去了，就是这样打，你看看。咱们的球权，我们张如，高抛高打就行了。哦，哎呦，李源的球怎么了？回事？黄思静没机会投三分啊，没机会。看球怎么处理？稳住，稳，一二三，这马上到时间了。哦，来了三分球。哎呦，哇的天哪！个人表演秀。83-69，啊，李源跟防，对方投篮不中，韩旭抢下篮板，这篮板球怎么很强势啊？好球，李源发球了，对方是技术犯规，漂亮，这个球你看不吹你吹谁呀？你，对。哇，护顶三分啊！漂亮，这个球很准，稳准狠啊！这个球，我看看李源的罚球吧。哇，现场球迷啊，真是都沸腾了。哎，哦，这就给了对方一个罚球，啥意思？这是？我看着回放了，这应该是啊，看了回放了，给了李源一个假动作，那就是假摔啊。这个球有点可惜啊，送给对方个罚球，还是给李源。好，没有给他，再给黄思静，超远三分球，哎，没抢上这个球。最后的52秒，这个球可有意思了啊！强传到篮下，再传回来。啊，这场比赛啊，真的是压力十足啊！对方打进一个三分球，看怎么回事？好的，张如下去了，现在是杨立维再上来。把球发给了李源，很明显咱们就是在消耗时间啊！我不投了，也不让你投，不给你上篮的机会。好，李梦漂亮，最后20秒。好球，还去大盖帽。我的天哪，这个球抢懵了，最后9秒钟超远三分球，三不沾，咱们把球发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球女篮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配合还是相当的默契。好了，比赛结束了，85-71，恭喜中国女篮击败了欧洲冠军法国队，给他们狠狠的上了一课啊！大家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每天更新精彩的女篮赛事，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。